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呢，我来一个转变的 content 讲讲嘞。今天呢，我就会以真名的方式，我们来跟大家就是来讲话呀。其实我们就是用别名的嘛 ，Yugi 小杨、林董、轮子哥、艾薇。今天就讲讲一个方式，就讲说用我们用真名来讲话。然后我想要做的东西呢，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戳掉他们身边的东西。你小心一点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先在外面了，我们先去拍摄先啦 ，Let's go。Welcome to my vlog lah. This is my vlog 啊。Sorry. 啊，哎，今天做什么？最近你做什么？哦 ，body。他没有拉丝这样的。孙杨。你的名字不是叫春阳吗？啊，春阳。春阳。哎，保持安静哎。不要插人讲话。哎，嘉欣。喂，嘉欣。伟伦要带我们去做什么？今天我阿伦呢要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咖啡。那个咖啡呢是蛮多美食的老师。我听你讲话，我打字幕一定很辛苦了。别啊 ！OK， 就那边就没有了。以后你们要找伟伦拍片的话呢，你们要想清楚。那出钱跟上字幕是很辛苦啊，我一直要练习嘛，这个我。哎，不过讲真的，你知道我真名吗？有，我懂。什么？红星。红星，拿一下。妈，你看又要修我嘛？提灯杆。想按，我怎么按不到的？妈，看到吗？按下，叫我按下。有你会啊？哇，怎么不会哦？每个妈妈都是一样的吗？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嘉欣，这边洗衣服，很多镜子的嘛。快点嘛，他超近，还很肥哦。妈的 ，M 出来鼻孔。你不要讲了，我们这样子叫彼此那种 YouTube 的名字都应该有两年有哦。有啊，就当做我们没有拍 YouTube 的。就像普通朋友出门一样。吴飞，星期五1:30来你家。OK。妈的，真的不习惯。红星，老弟，红星博士。哎，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哎，中午你会带我来这种地方？来这个地方。我带你来，是伟伦。哦，伟伦带的。哦，对，我们要让你轻松。哇，我给你们看看这边环境。哇。什么，宝鸡？很气我。红星。妈的，在外面修吗？明红星，里面有。伟伦，这个衣服穿到反。里面有衣服穿到反。对，这个衣服还穿到这样。对，天衣无缝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换回去我输三分啊！然后藤条拿出来就知道。啊，你看你，我这里面有100。Hello， 嘉欣。嗨。我刚刚发现到，原来你的名字跟我名字差一个字吧？对，所以是我13多年的哥哥，因为我才18岁。那明明我小过啊，他讲我是他哥哥，哎，你要叫我弟弟耶。弟。啊，弟，耶，姐姐的吗？弟。Hello。安弟是用在你的脸上，整个6个字形容假扮年轻安弟，懂吗？宝鸡。妈的，你们在拍爱情剧是吗？我今天看你的脸失败了吗？我要去整容。你不要整容，你整一头换掉啊！阿吉，吉吉，吉吉。哎呀，我发现后面的服务也要呕吐哦，你们两个在这放茶包。他忍住哦，他说他吐出来呀。其实他吐不是因为看到你们两个，他这里是看到轮子哥。春阳。食物如何？你们看他们来了的食物，
对我们通心粉，还加那麻辣鸡，鸡不见掉了，把鸡吃掉了。给我吃完了。喂，这个 pasta。伟伦呢？你有吃吗？伟伦。我吃一个。嘉欣。Yes。算了算了，不要问你了。我还有老板还有送那个给我们。鸡蛋糕，我在吃这个披萨，给你们看一个很搞味的。鸡蛋糕，那个蛋黄我粘在牙齿里。是相机乱乱放啊！我原本想要攻击 UG， 可是他机很快，他攻击一直甩不给。我们看了多久才会发现他相机被我拿掉？他在那边哦，啊，讲东西很臭哎！走走走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多久啊？好好。你要拿不卡片啊？卡片敢不拿？外背里面哈。什么？讲他都信哟。好，那叫你。好，打电话看到你。这用电话 ending 哦。嘿。听到不？没有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谁？听到谁？哎，你说你没电脑，那我不要用了你啊。跟你讲呀，东西不要每次乱放。我这不要东西不要放在背里面，背要跟住你的身。看啦，他们每个人都羡慕你。像我们现在来到云顶这样，你看我这边的环境。哇，那来到 Sky Avenue 了喂，我再去赌场哦。哎，去 Boss 一点，然后拉拉舞机啊，我走。现在我们去的时间，我们赌的画面就不要拍了。现在我们这几条游戏已经来到这边，我们每次都会很常来的。我在刚刚来看，我们已经吃到七七八八了，我连脸像马铃薯的角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就没什么特别啊，这一个 vlog 拍太长，懒得剪了。很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Yuki、小杨、艾维，还有轮几个2.0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Let's bye。